顾总，你来了。南宫，请进。这瓶红酒一会儿聚会的时候一起喝。谢谢顾总。嗯，不错啊，虽然小了一点，但是很温馨，看得出花心思布置了。家里地方小，您别嫌弃啊。嗯，其他客人呢？ 是我来早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刚上班两天，认识的同事也不多，所以就请了两个要好的，他们等一下就到。顾总，您先坐，我给您倒杯咖啡。 喂，怎么了？对呀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很抱歉，家里有点事儿，可能一会儿要早点回去。啊，这菜都做好了。 这些可都是我亲手做的，那是，不管怎么样，饭也得吃完啊。来，产自法国圣彼奥古堡的红酒，这款红酒给人的第一印象，气味清新，单宁柔和，回味持久。顾总，您可真有品味，我真的非常喜欢您带的这款红酒。 哼哼，看来南宫对于红酒还挺有研究啊。<笑>那我今天就借花献佛，敬您一杯，谢谢您陪我过生日。Cheers。 哈，可能是你朋友来了，开门吧。 开门啊！他们都是来给你过生日的。那您稍等。谁呀？琉璃。怎么是你？怎么？
我们就不能在这儿等了吗？不方便。废话。啊，刘琳，这位是？我是。哦，他是我表哥，过来给我庆祝生日的。哦，那正好，一起吧。你要是晚来一步，我们就开吃了。来，坐吧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？对呀，今天我生日。 骗子！这，你表哥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让您见笑了，我表哥他脑子不好，而且不顺酒力，一杯就倒。你看，就又喝了一杯。哈哈哈！哎，你表哥真逗啊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就照顾你表哥吧，正好我家里也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顾总，改天请您吃饭。不用了。 咳什么咳呀？没看见我在看书吗？不要打扰我。倒着看书，厉害了。我洗澡了。回家洗澡。 那就是说什么也没发生了。醒了，醒了就走吧。 顾西城的酒里边，你是不是下药了？我下药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告诉他啊。嫁给有钱人，对你就这么重要吗？顾西城他不是一般的有钱人，你知道我嫁给他那意味着什么吗？ 我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不用为每天的生活发愁，我可以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。傅博雅，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刘丽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？为了能实现你的梦想，你可以放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可以不择手段的去勾引顾西城，甚至为了。 要我们的孩子，别跟我提孩子。琉璃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了解他们吗？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你这是在玩火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自己看。
谁干的？是不是贺锦熙？奶奶早。哎，早。我们上班去了。哎，奶奶，我们走了。嗯，去吧，把衣服穿上。好，奶奶，拜拜。方叔早。好，上班啊。方叔早。哎，老夫人，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哎，放心了。只要他们两个人啊，能这么一直好下去。嗯，你喝茶。哎。顾总，嗯，这是常副总让我给您的报告。哦，放这儿吧。嗯。还有事吗？啊，没事，就是那天我表哥挺失态的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嗯。那行，顾总，那我先出去，你有事叫我。嗯，去吧。喂，上阵，怎么了？今天晚上一起聚会啊，带上自己的女朋友啊。女朋友？我上哪儿找女朋友去啊？你带你老婆呀。她呀。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挺好的啊！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好，我问问他。不接电话。不会又锁在厕所了吧？锦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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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锦熙，锦熙，你没事吧？我不能，快叫救护车！快！锦熙，你醒醒！张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啊，顾少，请放心，病人没事的。没事，没事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？病人脑部受过撞击，受了伤，有轻微的脑震荡，所以有昏睡的情况发生。不过阵子他自然会醒来，顾少不要担心，他脚踝上的伤自然会痊愈的，休息几天就好。脑震荡需不需要什么特效药？啊，他只是轻微的。不会影响大脑的功能。行，谢谢您，张医生。您不要客气，我们是应该做的。那我就出去了。刚到公司，你就状况百出。真是够蠢的！我已经派人把少爷和少夫人接回来了，少夫人的身体没有大碍。哦，对了，
沈医生说，最近这段时间他会每天来给邵夫人做检查，他说邵夫人恢复得很好。从楼梯上摔下来啊，可不是什么小事儿。幸亏他年轻，底子好。哎，还是少爷发现的早。沈医生说了，如果耽搁的时间太长，少夫人也许就没这么幸运了。我觉得这里面啊，没那么简单。锦溪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？啊，我问过少夫人了，她说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脚下一滑，人就摔下去了。你有没有派人去检查过呀？您的意思是？这里面啊，肯定有问题。你想想，景熙工作没两天，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。我觉得这背后啊，应该有人是针对景熙去的。有这样的事儿？你让人去调查一下，看看景熙啊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受的伤。是。还有，这事儿啊，先不要告诉西城，暗中调查就行了。这个我真做不了。来，起来吧，慢点啊。没什么，我自己。你确定可以啊？可以。他也要上厕所去。既然找人调查我，这个丑八怪死女人。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呢。你能找人调查我，我就不信你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我腿受伤了，顾先生有没有去公司？我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不用你告诉我。妈妈现在怎么样？贺欣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对妈妈不好的话，你不要怪我。好热呀。谁洗澡会穿衣服啊？你去赶紧找衣服穿上，流氓行为。你说谁是流氓？说的就是你，臭流氓。贺锦熙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前我就是太惯着，今天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流氓。本少爷给你看样好东西。耶！我穿着裤子呢。真无聊。你说谁无聊？说的就是你无聊。哦，是吗？那本少爷跟你好好聊聊好不好？我来了。啊！怎么了？哎呀，不是你们这俩孩子干什么呢？把你搞这么大。奶奶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事少爷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。奶奶是过来人，你们是新婚，奶奶理解。不是，
奶奶，我跟你说，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，不是奶奶。以后啊，动静别搞这么大啊，这么多的人，无所顾忌呢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注意点啊。好了好了，快快快快，都回去回去。不是奶奶，少爷，以后请把门锁上啊。都是你，把奶奶都招来了。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明明就是你弄的嘛。你以为我对你有意思啊？我是逗你玩的。我对你也没意思。嗯。哼。啊！这这这。老夫人，这是什么呀？放在花盆里的陶土粒儿，我们的人在少夫人出事的楼梯上找到的，有人把它撒在楼梯上，所以才让少夫人脚下一滑摔了下去。哼，我就知道景熙摔下去啊没那么简单。这个捣鬼的人是谁啊？查出来没有啊？我查看了监控录像，那个时间段经过楼道口的，除了少爷和少爷的秘书陆安安之外，只有一个人。谁呀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。